这样将红色头巾戴起的方式，曾经是一群华人女工在新加坡独有的标志。她们来自中国广东三水，也正因此，她们拥有了群体性的称呼“红头巾”。这一群啊，来自山水的妇女，为什么全部都要戴红头巾？我们就感到奇怪了。我们就向他们询问这件事，但是我们找不到是谁发明的。那一顶红色头巾与这群山水女人的命运密切相关。她们移民至新加坡，从事的是连当地人都不愿从事的建筑工。新加坡的许多建筑都有他们劳动贡献的痕迹，他们统一佩戴红色的头巾，于是当地人称呼他们红头巾。久而久之，红头巾成为了独特的标志，也成为了新加坡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充满着智慧的发明，为什么？它是用布料，而且这个布料啊，它有几个作用，它可以防晒，那么下雨呢也可以防雨，能够在高层的人要丢东西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下面那个红色，就不会，就相当于现代的那个钢盔来的嘛。这些形形色色的关于红头巾的物件，是陈来华许多年来的收藏。关于红头巾的故事，陈来华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之间关注最早的人了。他们属于下层的一个劳动阶级，在这个社会上可能并不会太引起别人的注意。我很希望说不要让他们的这个历史被淹没掉了。陈来华，新加坡第三代华裔，祖籍金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个人力量展开系统抢救历史文物的活动。2005年，他创办了新加坡石乐坡民俗文化馆。作为早期移民的一部分，红头巾的典型移民气质引起了他的注意。1983年的时候，因为推动这个城市化，红头巾啊，住在那一带的已经是全部被转变了。那么这一年我是43岁，我发觉说，如果我不去收集这些文物的话，将来呢，我们要体现移民的那个拼搏创业的精神、自力更生的精神、勤俭的精神呢，就很难了。上个世纪中期，正是新加坡独立建国、经济大发展的时期，随处可见繁忙热闹的工地。当时的人们似乎也司空见惯了在各个工地劳作的戴着红头巾的女人们，但是也许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些女工她们来自哪儿，她们到底是谁。为了留住历史的痕迹，陈来华开始收集关于红头巾的物件。随着收集工作的展开，在他认知的世界里，红头巾的故事越来越清晰。根据我母亲跟我讲，她从在18岁的时候，他们就是变成就坐船，从那个山水坐船来新加坡。胡福荣的母亲是当时的一位红头巾。
母亲已经过世，今天他特意把母亲戴过的红头巾送给陈来华收藏。在陈来华的家里，胡芙蓉的姐姐特意演示了红头巾的戴法。对于母亲的红头巾，胡芙蓉和姐姐都很熟悉。然而，对于母亲的家乡，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中国三水，他们的印象也许仍然只是停留在母亲的描述中。三水区是广东省第三大城市佛山市的五个行政辖区之一，位于广东省中部。中国第三大河流珠江的两大支流北江、西江与绥江汇流三水，三水也因三江汇流而得名。三水因水闻名，也注定了与水有着割舍不断的情节。我们民间有一句话叫做三年不过滩，母猪带二丸，啊，带二丸，就是说，如果你三年连续水不来，它就肥了，它就这个获得好多的财富了，所以大家呢就要习惯了，就要这个拼搏啊，就要试一试，尝一尝。除了拼搏的气质，水还给三水带来了便捷的水上交通。历史上，三水的芦包镇便是重要的水陆交汇点。便捷的交通带来的是开阔的视野，这让三水的人们更早地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在当年浩浩荡荡的移民潮中，大唐和芦包是三水走出红头巾最多的地方。上世纪初，中国的女人还在沿袭不能抛头露面的封建传统，这里为什么却走出了数量众多的女人呢？为什么呢？女工呢，就是女人都没无所谓的，女人他们说一句话，女人家老公啊，养不起一个老公都不是一个好女人。三水的女人不仅要承担重体力的家务劳作，分担养家的责任，有些还要面对绝望的婚姻和家庭。在祖国，在家里面嫁了那个老公以后，这个老公不是抽烟，不是赌钱，就是那个搞三搞四，搞的什么东西不正经。他不认真，那个时候不能够离婚啊，女人提不对不不能够那个离。旧阵时啲人冇话离婚嘅，死真系要跟住佢嘅。旧阵时啲人好守规矩噶嘛。据《三水妇女志》记载，19世纪末开始，由于国外列强侵略不停，国内军阀混战不休，而三水又地处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备受战祸之苦，更为甚者因水利失修，水旱灾害频仍。在战乱和灾荒的威胁下，农村凋敝，民不聊生。从20世纪20年代起，大批乡民被迫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甚至远渡重洋，漂泊异国他乡。如今的三水城区都市化建设日新月异，然而一些保留完好的百年古村落仍然演绎着悠远的历史，散发着古风古韵。曾经有大批移民离开这里外出谋生，古老的建筑和青石板路也许还记得，大半个世纪之前，这里的女人们在生活最底层的挣扎和对出走异国的抉择。
我哋嘅乡下喺三水县，屋企人冇办法喺农村度揾嘢做，所以我就自告奋勇离乡背井到新加坡嚟揾工作。冇人反对我，其实佢哋又可以点呢？我哋冇办法维持生计，所以我非要嚟到呢度不可。卢雅贵十五岁结婚，不久丈夫去世，十九岁的她决定去新加坡。如今101岁高龄的卢雅贵虽然健康，却对过去的记忆已经模糊。但是在早年新加坡档案馆的一份口述历史中，她离开家的心路历程清晰可见。当年一同去新加坡的三水女人离家的原因各不相同，贫穷、不幸的婚姻、寻找自由，也许都可以让她们鼓足勇气出走异国。但是所有离开家的女人最后都要去同一个地方告别。要去新加坡啊，要必然那个女的去，一批人去呢，就必然到那个卢包祖庙那里去拜神，要许诺许下一个愿，保佑那个家中平安，保佑我们所有平安。位于三水区卢包镇北郊的旭江祖庙，始建于南宋嘉定年间，是三水最古老的寺庙建筑。历经元、明清各代多次修葺，距今已800多年。这里曾经是三水女人敬畏依赖的地方，也是她们对于未知前途的唯一希望的寄托。神龛前的一缕青烟是家乡带给她们的保佑，也是三水女人漫漫长路中唯一的陪伴。开嚟就唔知嗰只系咩船啦，又唔敢即系话行喎，咁样啊坐晕浪，又唔食得嘢，定唔定喺个舱底度瞓咯？他说一个船里面好像一个村子那么大的，都长长的，全部是人都很害怕，那个浪啊，好像我们的小山坡一样高，就盖过来。这是一条当年红头巾下南洋时做的房船的模型。几十年前，这条船搭载他们沿着这样的路线完成一个曲折的航行。在茫茫海面上，这条船曾经就是他们开始新生活的全部希望，也是他们炼狱般旅程的见证者。凡是要去下南洋的人都要跟水客联系，水客来往于海上，可以帮他们买船票，介绍他们在异国的工作。由于大部分的三水女人离开家时都没有钱，费用往往从他们在新加坡工作的薪酬中扣除，这也注定了他们的旅程毫无待遇可言。这些图片记录了大批移民在旅程中的状态。辛苦要噶啦，哇！落船啊，我冇搭食噶，佢攞只牌仔，俾人食完饭你又黑，我冇搭食。最底层那个大窗，这是最便宜的。就是没有床位的，一堆人，很多人堆在一起，
伸脚都很难的。在那个船上到处都是人啊，都没有分厕所不厕所的，到处那个拉的屎啊尿啊，反正都在船上这样的。不可生病，一旦生病了，可能就被丢到大海里面去了，因为都没有医生可以去跟你医疗嘛。坐一次船啊，差不多超生一次啊，这是很幸运的了啊，能够到岸的已经很幸运的了。从未出过远门的女人们要忍受海上的颠簸、饥饿、晕船、脏臭的环境，甚至是死亡的威胁。长达几天的旅程，每一天仿佛都像度过了一生。途中有些小孩子病死了，水手就将他们的尸体扔到海里面，这些他们叫做放海灯。当时船上的三水女人，最小的十几岁，最大的二十出头，她们不知道还要在茫茫的海上漂流多久，不知道这种漂洋过海的勇气是否能换来一丝生的希望，一切只好听天由命。有时候天晴的时候，她就说看见那个燕子啊，就坐在那个船沿上。我们以前小时候问他燕子怎么飞，那么宽的船的海怎么过，他说他就坐在那个船舷上，就跟着他们一起漂泊到那个新加坡去。也许在长达几天炼狱般的行程中，船沿上的燕子是他们最美好的回忆。那至少在浩瀚无边的海洋里，在周围沉闷恐惧的氛围中，给他们带来了一丝生动的颜色和一点相依为命的温暖。船在傍晚的时分驶入海港，我们可以见到路灯和山顶上飘着的鲜红的旗帜。红灯码头，红头巾来到新加坡后登岸的地方。在这里，他们结束了生死未卜的行程，即将开始人生中一段新的生活。但是迎接他们的却不是想象中新生活的美好。被流洪水，被人花洒兜头兜滚肥啊，好衰嘅人，肥咗下头花都湿埋，系好干嘅。这是当年红头巾保留下来的部分证件。在抵达新加坡后，他们要被毫无尊严的全身消毒，才能上岸办理侨民的手续，之后才能正式开始他们在异国的谋生。去了几年了，没有信，后来呢，他挣到钱了，就有信回来，他还有钱寄回来。我看过几封信，他说我每天都是做完工呢就去市场啊捡那个菜皮，跟几个姐妹一起煮饭吃。他说有饭吃已经很高兴了，叫家里的人不要挂记他，他是也很辛苦，但是他不怕。我哋啱到呢度嗰阵，只是想着要赚点钱，然后才分家乡去。但是我们到了之后，就想留耐一点，做耐一点，这样一日又一日地拖下去，过了一阵就完全忘记了要回家乡。出
初到新加坡，在卢雅贵这些三水女人眼前的是从未见过的繁华景象。此时的新加坡正处在英属殖民地时期，虽然周围的环境灯红酒绿，但是他们依然选择了在建筑工地挑砖挑泥，因为虽然是做最脏最累的工作，但是收入要高出普通工作的几倍。那时他们也许还不知道，这一次的外出打工一做便是一辈子，有的人再也没有回到过祖国的家乡。这是一张刊登于2005年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照片，照片中的游行队伍正在欢庆新加坡的国庆纪念日，而与他们一起出现的还有一张来自中国三水红头巾的画像。国庆日，就以前红头巾还在的时候，他们参与检阅，这个就是等于得到国家的这个重视嘛。他们参加这个游行，跟着大家欢庆这个国庆。那么你看，后来呢，老慢了以后没办法嘛，就叫年轻人去看红头巾，也就等于说要延续这个红头巾的这个精神呢，是变成是说民间与政府之间都有在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红头巾曾经穿戴过的衣物，至今仍被珍存在新加坡的三水会馆。上世纪初，红头巾大规模移民来到新加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下南洋的历史彻底结束。在之后的岁月里，移民并留在新加坡的红头巾统一穿戴这样的衣服和头巾，出现在新加坡的各个工地上。然而，本来无奈之下选择下南洋的红头巾，却在几十年后引起了两个国家人们的瞩目。一群为了生计疲于奔波的女人得到了来自社会的尊重与纪念，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一群来自千里之外的中国女人，为了生计不辞劳苦地在异国他乡做建筑工人，只为了实现给家人美好生活的承诺。他们省吃俭用，善良并隐忍地过生活，勇气可以让红头巾们无畏无惧，也使他们成就了新加坡的花园之国。敬请收看《飘逝的红头巾》第二集《承诺正命》。